快走吧，带你去领宠物。先来看一下这段战斗视频吧。是不是感到热血沸腾了？那么选择你心仪的宠物吧。哈哈，快出来比试比试。这里会显示敌方宠物的战斗信息，这里会显示自己宠物的战斗信息，这里是能量槽，每回合开始前都会增加。现在点击天赋技能开始战斗吧。点击主动技能攻击看看吧。可以放奥义技能了呢，快点击看看威力吧。这波奥义我给99分，剩下的1分不给你，怕你骄傲。这群家伙，走，我们快追上去。那边有个很嚣张的家伙打败了我，快去秀一波你的奥义。
些东西都给你了，可以领任务奖励了。给宠物吃经验药升级吧。升级完成，宠物可以强化了。宠物变得强力了，去外面打怪看看吧。让我带你去抓宠吧。我要留在这里多抓些宠物，你先走吧。咦，出口好近呀。树只有带斩击技能的宠物才能砍掉哦。可以扭蛋了，点进去看看吧。
哇，获得了强力的熊猫呢，编辑到队列里面吧。滑动宠物头像，替换位置吧。前面的关卡里有好多好多宝箱哟！哇，太感谢你了，你真是个好人。